Come, walk with me. There's only thee to bless my spirit now. We used to love on winter nights to wander through the snow. Can we not woo back old delights? The clouds rush dark and wild. They fleck with shade our mountain heights, the same as long ago. And on the horizon rest at last in looming masses piled, while moonbeams flash and fly so fast we scarce can say they smiled. Come walk with me, come walk with me. We were not once so few, but death has stolen our company as sunshine steals the dew. Hey, 大家好，我是阿木。刚才所看到的片段就是我之前拍摄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构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快速的让你学会几招，然后让你的画面比较有电影的感觉。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构图啊，第一个构图就是女孩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一个篝火。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三分构图加中心构图的变化形式。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在刚开始的时候画面里面是没有人的，然后火堆架在右边三分之一黄金分割差不多那样的一个位置，会让你的视觉有一个焦点，然后人物从左边走进来，然后呢最后他们形成一个有点对称，但是女孩占的比例会大一点，但是火又发出因为它自己有光嘛，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对立的画面。这样的画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你看的时候你的视觉会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视觉焦点在里面，而且这样的一个搭配加上比如说这样的夜晚的冷色加上火堆的黄色，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互补色，会让你的画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OK， 这是第一个构图。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小安在木栈道上弹吉他的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叫做中心构图的方法。中心构图顾名思义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放在你画面正中间的位置，然后横平竖直去构图。当然在拍摄中心构图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最好是去选择这样的画面比较对称的地方，如果你的这边有太多的物体而这边没有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重心的偏移。那这样的话放中心构图，你的视觉上的平衡点就会被打破，就会看起来非常不舒服。中心构图这个镜头是往前推的，其实就非常好理解啊，它可以慢慢的产生一种呢去好像是推进到人物内心的情绪一样，会让你整段画面的影像的情绪慢慢的加深。好了，这是中心构图。那让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呢是这样的，也是小安在地上躺，然后我用航拍往下俯拍，这个也是一个中心构图，但是它跟平面的就是这样我们正常拍摄不一样，它是垂直往下扣拍，然后航拍器会慢慢升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幅画面里面呢，人物的衣服穿的是红色的，然后湖水是绿色的，然后整个地面是白色的。然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规划呢？因为人物的红衣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它可以有效的把人物从背景剥离出来，让你在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视觉焦点。然后湖水跟白色刨开中间人物的部分，基本上也是一个对半分割的比例，这样的比重不会太过，而且会让你的画面变得很丰富。尤其是航拍中心往上慢慢拉的话，由小及大就会产生一种比较震撼的感觉。这是这一个构图。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构图。下一个构图呢是我在北京七九八拍的，这样是两个模特站在这样的一个应该叫什么，这个护栏旁边，然后后面我点了一个彩色的烟棒。然后呢我给这个构图取的名字叫做微型构图。微型构图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人物在画面的主体占三分之一啊，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位置，然后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加上一个背景，哎，有一个像那种 V 字的感觉。那这样的构图我们就以这幅图片为例来讲，首先背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废旧工厂，然后人物的造型比较这样的朋克，后面又点了一个彩色的烟雾，在这样的一个中心衬托之下，你就会让你的整个画面特别具有一种故事性的张力。就算我这幅画面什么都不讲，你也会非常好奇，就感觉它好像是有内容一样。那么这是微型构图，它比较适合于两个人
的拍法。 OK， 让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的话是羊湖的这张照片。那么这个呢是我为数不多拍摄当中镜头是固定的。那么固定镜头应该怎么拍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由天空、湖水还有地面，它们基本上是一个三等分的比例来进行分割的。然后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分割构图的方式吧。然后人物在左下角的位置，左下角其实也就是在中心在右下角，中心往右偏一点也是用到了三分构图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因为画面是不动的，所以说你必须让你画面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在动，这样你的画面才不会看起来像一张照片，会更像一个视频。那这样的拍摄方法，你看人物从画面的边缘慢慢往里走，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具有叙事性的镜头讲法。当然具体是叙什么事情，那就需要根据你整个影片的基调来决定。 OK， 这也是一种固定镜头的一种构图方法。让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女生挎着一个相机在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构图。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三分构图啊，但是三分构图呢它是有一个准则。我比如说我在这幅画面里面，如果我把相机挡掉，你看不到相机的话，哎，你就可能会一个女生在走路，你的视线不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停留的焦点。那么在给它装上一个道具之后呢，相机的位置刚好在这样黄金分割点的焦点上，然后他跨这个相机在这样的环境下走，那么你就会联想出来什么呢？哎，他跨这个相机是不是要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对，电影感就是你必须在你的这一段画面当中呢，会给人一种你像是在叙述某件事情的有效信息，你不能干干的只拍一些无意义的东西，那它就失去了电影最基础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吧。OK， 三分构图我相信是比较简单的，我就不给大家进行太多的讲解，我们直接来看下一个。下一个还是在这个场景，然后女生是在往一条下坡的路上在走，然后那边有一个灯塔，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视觉延伸构图。什么叫视觉延伸呢？就是画面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错位，会让你的视觉比方说从女生的这样的身后一直延伸到灯塔的位置，它这样可以，这种构图方法可以有效的增强你画面当中的一个纵深的感觉，会让你的整个的影像变得比较有层次。 OK， 这是纵深构图。那么我们再来讲到最后一个构图比较有意思，这个是我自己给它命名的，我一般会命名它做 M 型构图或是 W 型的构图。为什么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九宫格的示例。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排列顺序，前面有三个，中间有一个，背后有两个，它都是在一个不同的这样的距离的排列，但是在画面当中呈现出来它有点像一个 M或者像一个 W 的这样的一个构图。这样的构图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你中间有一个视觉主体，两边有陪衬，然后在背后后方的地方你依旧有人物在里面，这样会给你的整个画面就是形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层次，里面会融合很多很多的因素在里面，那这也就满足了我们有所谓的电影感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叙述故事。 OK，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电影感，那它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讲故事。那么讲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张你的一个画面里面必须要给观众传达有效的信息，这种有效的信息可以是一段情绪，一段情节，或者是一个人正在要去干某个事，或者是一群人在这里好像要干什么事情一样，这样它才会有一个叫做叙事的影像风格，也就跟摄影里面的人文照片有点相似。好了，这就是八种非常简单又实用的能让你的画面变得有点电影感的效果。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要一键投币，一键三连哦。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